你们第一个岛没有打，第二个海岛没有啊，装备起不来啊。操你妈！哪里？村庄附近。啊，有掉冰棒吗？没有。我在这里。喂，这边。我刚是有看到一个高塔啦，你们要打吗？好啊。好，我看一下，刚好点爱心星星在这里。爱心。奇怪，刚刚憨鸡抓猫的点在这里啊。找你妈。一刀好。哦，在寻找草泥马的踪迹。猫咪来。有黑猫在哪里？村庄附近是不是？对。村庄那个方，那个东方就是滑翔翼那附近，往那个方向。嘟、嗯。去吧。让我们腾云驾雾吧，黑猫！我没有草泥马，我没有草泥马。等一等哟，等一等哟。有洋葱头，不对，萝卜精。我想要找草泥马，那是什么？哦，哎、欸，小鸡群呢、欸？啊，松鼠跟小鸡，松鼠在追鸡，松鼠追鸡也太凶了吧？追鸡，然后旁边有蜜蜂，有点凶哎、欸。哦，所以哎、欸，跨越种族的爱恨情仇。哦，所以他竟然没到吗？快到了。嗯，猫咪在那里？讲个话，这里有糖吃哦。哎呦，猴子吃？应该是白天晚上重置一轮吧？应该是吧？对啊，怪也是这样生的吧？说不定等下黑猫就送你天亮，找猫啊！青蛙，你有东西要给我？冲啊！呜呜啊！不会是？该不会是？是什么？冰棒吗？一堆小狗！我的天啊！苏格兰猎犬！哼哼，然那个雪纳瑞，嗯，哦，很会掉毛。在哪？哈基在这。哈基到了吗？你要飞可以先飞啊，不过你要跟我滑翔翼，跟我一起往前飞。还有牛角面包。嗯，哇，这个塔在哪边？那前面那个岛上是不是？到了，我快到了，可以飞了。好，好，我来了。是在海岸边的那个东西吗？对，好哦，滑稽，哎呦，摔死哦！瑟高尔之塔，哦，好像可以直接飞，直接飞到塔顶。这个窗户吧？对，它有窗户啊。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直接进去啦。它有窗户。是有窗户的那个玻璃就不行了。我在塔地前面是有鸟点的，不过有点海，我爱笑你了，哎靠，笑去了。我去踩一下好了。哎，旁边的岛上面其实也可以去踩。对，鸟点在就坐船吗？那是鸟点吗？哪里啊？鸟点在哪？远方很远很远那边是那里吗？那个吗？然后或者是左边那边也有，左边哪一个？左边那边有一个哦，有另一个也是蛮远的。对，那另外一个嘞？还有海中间的那个吗？我那个方向，那个杰瑞过去了。啊，反正坐船很快，过去就回来。好，很快。
哦，其实还行啊，以船的速度来说，不会说太远。嗯。哎呦，这个房子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岛好像是地层哦。是哦。杰瑞要不要过来？你说地层那个吗？好，过去。我们等下先把高塔打一打，再过来地层这边。可是地层我们可以进去了吗？我们有铃铛啊。偷偷看的，偷偷看看一下。我们的我们有树形，有铃铛了，基本上能都能过。嗯。这个应该是没错，除非他是那个啊，除非他是高塔的那个，高塔的门就不行。嗯，啊、可以耶，哎、欸，可以耶，可以打耶，直接打吗？好啊，就打这个吧，就打这个吧。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哼、嗯，哎，被射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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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面有海盗。射了。哦。到了，冲啊！螃蟹！啊，二星海盗而已啊！没有，你忘记了，他是一路渐循序渐进的啊。那、欸、也是哦。前面都很简单，后面就不简单。嗯。炸！有两条路哎、欸。一个应该是很短的直线。那看来不是这边啊，应该是这个吧？应该这边吧？对啊，我刚刚看前面那只柠檬虫，以为是我的，结果坐不上去。这里没东西了，大家都有柠檬虫，这里没东西。有一个 boss 掉炸，对，就想小心而已。第二个大棍棒，大木棍棒。嗯，我没打到他就死了，所以我没掉装备。没有，这种 boss 好像只会掉一个吧，不是每个都有。对，只掉一个，大家共同掉一个。QQ， 东尼大木棍棒。哦，好多。我好像拿到一个装备，狮子。狮子不就我的吗？哦、我的鞋子，我要鞋子。我还没穿鞋。我拿了狮子肩甲，接它是肩膀。哦、可恶。哎呦，这架下去应该就是。我会把肩膀当鞋子穿。哟，小心哦。好陡啊！好了哦，前面那跑酷，哎、欸，跑酷哎、欸，嘿咻，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嘿咻，有人掉下去了，我跳下去还叫那么大声，嘿咻，掉下去只是晕，哎，还好了，看到晕，跑不上来啊，欸、这边很刺激哦，跑不上来怎么办啊？这个要用摔的、哦，可以爬墙啊，你可以爬墙啊，可是爬墙怎么办？力气不够吧？没有，我说我们要走。下面那黑猫，你黑猫在下来。B T 好像不太够。哦，掉下去了。有了，下来了。我们下来了。下来了。不是，我们不是掉，我们不是掉到那个跑酷下来，我们是往前走，往下掉。不要真的。我们前面的条路是要往下走的哦。对。哦哦哦哦哦。传到外面。不补血哦，好，你走。哦，你走。哦，原来我不知道那。哦，原来就是补血的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抓那只会喷水的，然后它就是会在地上吐这些东西，哦、就是补血。哦，所有人都有，当所有人都有章鱼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地上都是水，嗯，都是口水。所以杰瑞是，我在外面，我们进来了。哦，哎咻，我上来了。哎呦，哦，走喽。螃蟹，有奇迹啊！螃蟹啊，没回哦，岩浆，哇，岩浆区，嘿咻，我觉得这里有路，果然这里有路。哎，为什么你的龟可以在岩浆里面游泳啊？它不是龟，它是虫。虫，你看那个人都在岩浆里面游泳了，你说龟啊？它有掉东西耶，有东西在下，有东西耶，我捡。我好烫，好烫。为了巧克力饼干，你哈基有啊？我有，哎、欸，两条路，这里先看这里，是先看这边啊。哦，这里是史莱姆，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那边这边才主线，那边支线。我要掉下去一次了，有买蛋看不起来。哦，喵哈有这个问题，你是Win 七吗？Win 七就不行了，因为Win 七好像不能玩这款游戏了。对，Win 七玩不了这款。铁肩膀耶！我新的肩膀了。
刚我的装备评价也会有瞄他的，就瞄他也打不开。装备评价哪里看啊？按 B，、哦、按 B 看到了左边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哎，对 ，Win 七没错，对啊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啊。他是私心的，可是我已经没有那个没有材料可以抓他了。对啊，有个烙饼，刚有捡到吧？我没捡到，从他捡走了。饼干？哦，对，我有饼干。烙饼，还有烙饼，也是抓宠物的。嗯。南山。哦，哎呀，哇，好多只哦，很多只哦。啊，好像还好，可以的。行，螃蟹，五星螃蟹，是要来抓啦，直接转死。要抓五星螃，哎呦，哎，好舒服，好舒服，再来。哎、欸，不舒服的，有点痛，有点痛，太大力了，筋死翘翘。我躺得住，死了。哦，所以这边没有宝箱。没有，死了。玻璃皮，玻璃皮，玻璃皮是岩浆。这是跑酷，这个区域好多跑酷哦。抓宠物应该就是手上拿食物给他吧？嗯、对。哎、欸，有人作弊。有作弊啊？他的法师可以瞬移啊！作弊！我作弊！有人飘过去了！还有，哎呦，哎呦！我作弊，我把王引过来了，把 boss 引过来了！哎 ，boss！ 哎，那我们跳到对面，这样打他就好了。哎呦，痛痛痛痛痛！是法师，他是法师，他是法师，他是法师，那不行了，过去过去过去！等一下，要不要等杰瑞啊？他等下杰瑞没东西。我来了。他来了，他在后面。我躺得住，我再躺。好。等一下，是不是要死了？没，还。哦，杰瑞，你退，我躺得住，我装备比你好一点。我再补。你退，他都在打你，他要打你。躲柱子后面。啊，死了。哇，这个真的很好溜。我们都完了，要打死吗？打死！好，先升级。反正只会掉一个装备嘛，是谁的？手镯。棉花是谁的、啊？我的棉花。哎、欸，棉花不是，我是丝绸。棉花是那个盗贼。盗贼。没有盗贼啊，没盗贼。好啊，没盗贼啊。手镯。手镯应该是大家都可以穿吧？嗯，对。手镯是我的啊。哎、欸，怪没打完吗？啊，这里啦，史莱姆没打完。哦，我刚刚略过他。你把人家踩下去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想说为什么我会痛痛的。手镯是那个我的气功师的那个技能。哦，他哎哎、欸，鼓舞啊！鼓舞拿到了，等杰瑞拿到了，就等杰瑞了。耶、嗯！那这个是热伤的 ，Sailing 那个是那个吗？划船速度，划船的速度增加你划船的速度，就是会影响这个而已，只是一咪咪，但它可以累积。嗯，对。哎、欸，严格来说，我们在其他区域嘞。啊，真的、啊、已经跑到边边了、啊，所以我们装备照理说是烂掉了吗？可是没有烂掉哎、欸，对啊，地下层可能没有限制，地下层不算，地下层不限制，想玩玩不到的痛，我懂啊，我以前有很多游戏都不能玩，自从换了 Win 之后都可以玩，所以我们出去吧，出去打那个塔，好啊，好，我们还没打吗？哇，这条线好长哦，真的，我要直接飞出来了，我直接飞出去。哎、欸，杰瑞要走到底哦！这是五星的哎、欸， okay. 对啊，五星难度，五星洞穴。我现在已经可以弹五星的 boss 了，可以了。好可怜啊，可以把车回去吗？宝宝，有
好吃。这个塔的 boss 应该也是被我免的吧？应该是，装备都起来了。嗯，所以差不多两个小时，一个区域两个小时就可以打完。因为他名字叫口水怪、哦，我以为你们在让他帮他乱取名字哎。他就是口水怪啊，对啊，真的口水怪。那个冰棒的是口水怪。8591收冰棒哦。前面有不死猪啊，偷杀我！我想说要找不死猪聊天呢。有没有什么讯息啊？幸会，做工很好。啊，你们没什么好讯息啊，好吧？有人被偷射，有被偷射了，跑出来了。坏蛋！偷射！你们这些偷射！进去了，来了！偷射！偷射！射！是不是？抓宠物的留下来抓这种等级比较高的啊？欸、这楼梯怎么有点奇怪？这边楼梯跟梁打在一起了。欸、这楼梯怎么这么奇怪？这梯子坏掉了。它坏掉了。我爬楼梯有困难。他这边的设计都是这样哎、欸，不顶到头啊！我的天，而且这边还有怪物，你们没发现？我爬楼梯有障碍啊，怎么办？右边那个爬墙壁，爬墙壁，爬墙壁了。南瓜酱，哎、欸，其实南瓜酱是抓什么？南瓜酱啊，抓那个好像狗，也、欸、不是狗，等一下啊，南瓜酱。猪，哎、欸，这里有一只巫婆啊，五星巫婆在这里啊。五星巫婆、欸，哎，她躲在里面。哇，她在楼梯。你们在后，你们是要这样怼她的吗？她躲我们，然后我们就硬把她找出来。BOSS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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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，BOSS 不怕她，不怕她，我转她，转她。啊，我死了。哇不怕他，死光了！哎、欸，你们死光了！对，哦、我刚好在换装备，所以哈哈，你们这群菜鸡！他是五星的塔，不怕他，只是我们死回去就不怕了。不怕什么呢？跑不见了！我也死了，我的天！旁边的要先打吧，他那个好痛哦。真的，玩到现在觉得这个游戏没有经验值后和有经验值感觉不高。我没玩过有经验值的版本哎、欸，就可能很早期的吧，很早期。对啦，反正你玩过，你忘了。我有玩过，可是我那时候玩到3D 晕，玩一下下就没玩了。哦，那时候你等级算我们之中算很高的哎、欸。对，我记得那时候你很高，然后说哇，你怎么那么高？然后你说就是到处去拿东西，哪里哪里变那么高这样子。记错人了哦。是你吗？不是我。咦、欸？记错人了。那是谁呢？那还有谁很爱兔子？我啊。不就是你啊？不是啊，我这不就是？啊！对不起。你怎么跳上去了？哎、欸，帽子掉下来了！等下，在哪里？